手感上来的时候去连续的找一些机会。看着林这边被放掉了。咦，这可不能放啊！这，小旭来了啊。张振林，手感顺啊，今天有一个，这是真顺啊，兜出来这么兜出来能去投，手感是相当好的。齐了，能去找李小旭。刘娟刚才是左手上的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哎呦，张振林那跟进，锋位摇摆人，嗯，那严鹏飞得回来。哦，这个突破线路是有点问题的，但是干进去了。因为冯莱这会儿体能有点下降，但是脑海当中就想起了赛前准备会说的那个快快快快快。嗯，对，顶着自己往前跑。对，嗯，张振林，这刚才这个慢动作啊，一瞬间也没太看清。一会儿再有再说吧。我们先来看比赛。哎呦，今天上海现在防得很大呀。是。哎呦，接锅的球。但是在防守当中一样，上海队是推着辽宁一直往中线走，扩得非常非常大，不错啊，哎，这单兵防守，天哪，已经不能按排名去分析两支球队了。是，你就从这个体能消耗上来说啊，朋友们，现在两队这个累的程度，就是两个醉汉在做数学题，对，哎，谁脑子也不清楚，给的不错，没有要到哨，哎呦，这球太难了，哎，两个两米一的罩着，对。给空中接力，哎呦喂，几位高位挡拆，蛇形张振林，好球，妈呀，哎呀，是他吗，那个英雄是他吗？抱歉，袁腾文是14%的三分命中率，就是把劲儿全用在防守上了。英雄，这场英雄这